您好，我的名字是 Sarah， 感谢您观看这指导注射 Menopur 的视频。您将需要这些物品：一小瓶 Menopur 粉末，一小瓶无菌稀释液，注射器、针头、Q 盖、酒精擦拭布、纱布和一个锐器容器。检查以确保无菌稀释液小瓶中不含任何自由漂浮颗粒。从 Menopur 粉末小瓶和无菌稀释液小瓶上取下盖子，用酒精擦拭布对小瓶顶部进行消毒。剥离 Q 盖包装的顶部，但不要从包装中取出盖子。用 Q 盖针刺穿无菌稀释液的顶部，取下剩余的塑料包装。打开注射器包装，将注塞拉至一毫升。将空气吸入注射器，将注射器拧到 Q 盖上，轻轻地向注塞施加压力，使空气从注射器转移到稀释液瓶中，倒置注射器，使小瓶倒置，但仍连接在注射器上。将注塞向后拉，稍微超过一毫升标记，从小瓶中取出连接 Q 盖的注射器，并将小瓶放在一边。将 Q 盖插入 Menopur 粉末小瓶上的橡胶塞中，然后通过按压注塞，将注射器的内容物释放到其中。将所有液体倒入 Menopur 粉末小瓶中后，轻轻混合内容物，直至粉末溶解。不要摇晃小瓶，如果您的剂量超过一瓶 Menopur， 请重复此过程。注射器的溶液可以混合多达五小瓶 Menopur， 倒置注射器，而不将其从小瓶中取出，并将注塞向后拉，直到小瓶中的所有内容物都转移到注射器中。完成后，从 Q 盖和小瓶中取出注射器，并将其放在一侧。从包装中取出针，将它拧入注射器尖端的位置，将针保持直立，并取下盖子。不要让针碰到任何东西，包括您的手。保持针直立，轻轻敲击注射器的侧面，直到气泡移动到顶部。对注塞施加轻微压力，直到针尖出现一滴液体。注射部位将是您的医生指定的皮下位置。皮下注射最方便的部位是肚脐周围的腹部。如果您的医生指定您以不同方式进行注射，例如肌肉注射，请按照您的医生或护士的指示进行。使用酒精擦拭布清洁注射部位，让皮肤干燥。确保交替身体两侧的注射部位。用您惯用的手拿注射器，用手指捏住皮肤皱褶，将针稍微倾斜插入。插入整个针后，松开皮肤，推动注塞，直到所有药物被注入注射部位。轻轻地取出注射器，并用纱布施压。将用过的注射器丢弃到指定的锐器容器里。感谢您收看我们的 MedEye 的视频。